它的籽儿是满的。那天我们说的什么蛙，就是这个灵蛙。一样一样就是。哇、很苦的、150一只。150一只。30块人民币一只。啊，一只啊是一只。冬阴功，冬阴功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小胖，这个绝了！前两天不是拍了一个做菜市场的一个视频嘛，然后自己做饭，然后被我的这个常住在泰国的朋友看到了，他说啊，这个都会做啊，会怎么样？他说来，我今天带你去一个芭提雅，算比较大的一个菜市场，而且价格比你去那个还便宜。他说顺便买完以后到他们家做饭，因为他们家是别墅嘛，然后又没洗澡。啊，今天我们到了这个菜场，这个菜场也非常大，地址的话我会放到最后啊，一些常住的人大家可以到这里来买菜，而且。我也第一次来啊、目前不知道情况，他们两个已经在里面了，我们进去逛逛，看看这里的菜市场东西怎么样。他说我们逛菜市场太 low 了，那个那个太 low。这个我们先来逛一逛啊。哦，这个是大，这个就有点震惊到我了。这个35，这个是烟，这个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我一直不知道。它绿色的加玉米。这个是什么椰奶汤啊？甜点吧，应该是。这什么番薯？应该是甜点吧？哦，这个是绿豆汤。我一直以为是汤，原来是甜点。啊，他们这里的这种棉花糖，哎，的确看到了很多没有的东西。而且泰国其实穆斯林也是蛮多的。啊，就是他们说他们经常不自己做饭，就是买糯米饭。还有一个就是泰国人。彩票，这个因为他们国家不能赌博的，赌博犯法的，所以彩票是最合法的赌博。这里卖鸡肉、鸭架、玉米，哦，这里东西就多了，应该最大的了啊，芭提雅最大的。前面我们说的这种寿司，你看它这个大寿司也是卖5泰铢一个，之前别人都说哎10泰铢大的，5泰铢小的，大家看。本店市场就是5泰铢一个，好吧？他们这种甜甜圈2个25，2个25甜甜圈。这里真的啥都有。Sorry， 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毛肚。这个是叫章鱼小丸子。牛逼了！这是他们的甜品，这种泰国甜品我真不敢尝，太甜了。这种甜品实在是太强了，就是花样就多了。那这个就是摩格塔的，就那天给大家介绍过了，这种所有摩格塔的这里都有的卖。对，刚才我看到那个寿司也是5泰铢，这里的串也是5泰铢，外面都要卖10泰铢。所以一直跟你们说了，泰国西瓜汁就是25一杯啊，不要搞错了，自己去选。我们3杯吧。这个西瓜感觉一般般，来我继续。哦，这就是他们的泰国药妆，其实泰国这种化妆品都是蛮好的，有很多女生告诉我泰国化妆品蛮不错的。主要是我们今天来目的是买菜，对吧？还是要去找个买菜的地方。这种就是他们一份一份，他们泰国量就很奇怪，就是一个人男生的一个人吃不够，点两份嘛太饱，哎，就这样的情况。这个是蟹。寿司，反正基本都差不多。好像我们也上当了，这里西瓜只卖20，我们25买贵了。兄弟们，25株的西瓜只买贵了，这里20，哎呦，我们傻了。然后给你看啊，这个溏心蛋为什么要卖35那么贵啊？4个溏心蛋要卖7块钱的，好贵。我们上当了，西瓜汁贵了5泰铢，贵了1块钱人民币，感觉损失了1亿。蚱蜢吗？我真以为是蟑螂。这个蚕蛹。不去了，大哥，往哪走啊？这个鸡，你看这里的鸡就。哎，看这青菜多少钱？你买150，这20。对啊，生菜啊，我那时候马克龙150啊。20，这里20。还给你洗好的。你生菜呗啊，可以蒜泥生菜什么都可以啊。这个是10泰铢1公斤吗？
一把哦，吓坏我了。比你在超市卖的肯定多了。啊，便宜多了，超市里好贵，马克龙好贵好贵的。这三个二十五，我知道这个。啊，这个迷迭香，4块钱一把。啊，它这种辣椒都一包包包好了，20泰铢。这就是泰国人的本地市场。生姜大蒜有没有？这好像是经济。它的籽儿是满的。那天我们说的什么蛙，就是这个灵蛙。看一下就是。哇，很苦的。150一只。150一只。30块人民币一只。啊，一只。啊，是一只。我该怎么吃啊？冬阴功，冬阴功。来，大兄弟你好。嗯，这个大兄弟。不，这个叫害羞草。就你碰它，闭上了。一碰会闭上吗？你碰一下。闭上了，它闭上了吗？啊、哦，对对，来来，我们定格一下，来来来，自己找一个打开的再碰一下。对。它都闭上了吗？它已经离根了，它都快死了都。啊，会闭上的。那这是怎么吃？草草吃啊？对啊，它吃的是叶子还吃的是茎呢？叶子杆都能吃。啊、这是20泰铢一公斤呢？对，这一把是20泰铢。一把啊，还是按照把来算的？我得一公斤。这一公斤还没有那么饱，我没吃过。有评论区有人吃过的吗？你想吃吗？别，真好吃，我最喜欢吃的。我刚才说想买，那就买嘛，让我尝尝看嘛。它有8好的，买8好的。这个就是8好的吗？嗯。那么它那个筋不是没了吗？筋白色筋都丢了呀。大蒜185。这个看不懂。多比大蒜。我觉得跟你买的差距很大哎。这没8好的。它应该是这个筋都不要了吧？外面这可以吃的，这杆也有啊，里面有杆的，杆也能吃。没看到杆呀？这不杆，但那个白色的那鼓出来的呢？这是棉花，它是撕掉了。哦，这是棉花原来。哦，原来这是棉花。哦，这个是薄荷。完了，我怎么感觉跑到了植物园？你在给我上植物课？我这啥都不认识。说这是啥啊？葱，这不是这样的葱吗？这葱在国内叫什么什么花？这是。这不是、哎、对，这个是，对对对，这是葱，没吃过吗？不，稍等稍等，这两个哦不一样，好吧，我以为泰国的是长得粗一点的，没吃过吧？没，这是葱啊，这个紫色叫什么？藕带，就连接藕的，这么大一点，然后切一段段的，在中国很贵的，20株，这20株，对的，这个什么？这个长片叶的35株，25的，这也是菜，我没吃过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没吃过，应该吃里面的。怎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那么多？这个，我看很多人把这掰下来拿那个。那这个绿色是啥呀？绿色的牛瘪汁儿。什么？牛瘪。什么叫牛瘪啊？牛内脏里面的草。啊，牛内脏的草熬出来的，我靠！再见。贵州的神奇东西，你没吃过？再见再见再见。哎，这个又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你吃的松丹。这个青木瓜吗？这不是青木瓜，这就是宋丹。宋丹就是他做的。宋丹我知道，他就是里面剥出来。他不是木瓜。宋丹不是。啊，这是木瓜，是木瓜。对呀、啊，就青木瓜呀，就青木瓜呀。因为黄色木瓜我们认识，青木瓜不认识。边上的是苦瓜。哎呦，真是。啊，这个花也有，这个国内这个有。这个有。葵花。嗯。其实这种，哎，就是苍蝇多着一点。那鱼多，刚才卷的鱼。嗯，那鱼多好吃啊。我们看下这里的水果，泰国不产苹果，这里苹果卖好便宜啊。这是公斤吗？十。公斤。1块钱人民币一斤，苹果。我的天哪！这个也吃吗？这可好吃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扒开里面吃可甜。这怎么跟长得跟花生一样的？对啊，好吃，可好吃了。80，这个40火龙果我知道，这个菠萝60。我用我泰国做的，150一公斤，这个好像也还行，这个葡萄。走了。这个是豆浆吗？不是，这是啊？它是一种发酵的东西，我不知道是啥。发酵的是。好吧，来下一个，什么东西？你说。这个香蕉你知道怎么弄？这芭蕉吗？你知道怎么吃的吗？扒开来直接吃啊？不是，这种香蕉是用来烤的。烤的，扒开来不能直接吃吗？不能，你看它是生的，大哥。我以为都家里回去放熟啊。菠萝蜜啊，那小的，那么小的菠萝蜜啊？哎，这菠萝蜜小。那这个啥？这个包住的？这也是竹笋。
也是笋的一种，好吧？今天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啥都不知道了。来，这个什么？不知道，仙人掌好像。这仙人？仙人掌那外面的叶子。大哥，你唬我呢？这仙人掌？我不知道。仙人掌外面没叶子的好不好？那这个呢？刚才你问的？不知道。也不知道，反正他说的你大概也听不懂。啊，这个什么，都好奇怪，反正这里东西好奇怪。哎，蛋卷，哎，这里有买蛋卷的。烤鱼。你看他们的扒皮衣服了。啊，大，这个大好大好大。340蟹。我蟹好便宜，兰蚌已经卖到800-900了，这里卖340。大虾270，在兰蚌要卖个450。我天哪！这个鱼前两天我看到卖160-170，这里你看比那边还大，还卖130，130我觉得20多块钱，大家可以来尝尝啊。这个外面还是那句话，盐跟鱼鳞不要吃啊，全部弄掉。再过一会儿这就开始，我先弄鸡翅。这不是空心菜，是葱是吧？嗯。然后是甜的吗？甜的。真是香的，哎，真葱啊！它就比我们那种小葱大一点，这个应该叫大葱吧？脆，对，它跟金葱的味道也差不多，就是烤鸭那个金葱，反正很好吃。嗯，不错。这个拿来准备怎么刷？炒鸡蛋，炒鸡蛋。这个是类似于这个四季豆、豇豆，可以生吃的这个。哎，这我知道，泰国人都喜欢吃这种豇豆。咱们这不能，他这可以。然后腊肉，这里是腊肉吗？不是，稍微有点腊肉。哎，我有腊肠，要吃腊肠吗？都行啊。腊肠蒸鸡蛋，这鸡翅。鸡翅你打算怎么弄？鸡翅红烧了。红烧，你要可乐，我可以烧可乐鸡翅。不错。这个没有老抽了，就生抽了，这个颜色还差了一点。我们来尝尝啊，今天我自己不动手。嗯，可以了。嗯，可以了，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了。你要相信我，哇，有点辣，除了辣没毛病，就辣过头了，你辣椒放的真的有点多了，你没放几个？哦，还有这个东西啊，这里面是好辣的香肠，腊肠，这个不错，这个都从中国搞过来的，按道理肉类是不能出口的啊，这个腊肠就像样了，有味不？你闻到我。有，你放了那个料酒是吧？我没有啊，没有料酒，这就酒酿的嘛。啊，是香肠酒酿的吗？你不要唬我。对，你尝一个，可以直接吃。酒酿的，哎，你们香肠酒酿跟我们浙江不一样，对吧？多好！因为你们河南的这个香肠跟我们不一样，这味道不错，对，有酒味啊。我们也不错啊，学泰国人蹲地上吃饭，一个荤菜。一个半荤，一个素菜，还不错啊。我们就拿着一个多矮的桌子，你知道吧？就那么矮，大家围着一圈蹲在地上吃，是不是很泰国？现在都这样蹲着。好，我们吃饭了啊！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拜拜。